大家好，大年初三农历新年的赛马日呢，那日是丁丑月己巳日，那一日的财星就在正西边，即是马场的闸口五号位，而且那一日的幸运号码就是七号。所求的朋友今年六分星动，所以财运特别好，可以重锤出击。记住那一日有一个巨额的1600万3T，记得做定功课，有望突围而出。属鸡的朋友今年由天德、天喜、福星八座多个吉星带来好运，所以你可以留意翻，如果那个马匹有财、福、喜这三个字或者是相同意思的东西，会特别旺你的。属狗的朋友今年有天解浮沉和寡宿星，记住赢到开行都要保持低调，同埋你可以选择一些冷门少少的马。属猪的人今年有文昌星照耀，所以学习和分析能力比较高的，记得做好自己的功课，同埋另外留意一下沙圈有一些有活跃但是情绪稳定的马匹。另外有名气的骑练和马都会带来好运的。如果想知道更加多的年初三行运 tips， 记得来这个网站去看看。